地的这些夫妻往往是有问题。他们会说我们感情很好，只是因为工作，或者只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，那都是虚的，那都是假的，工作了什么，事业了什么，都是借口，都是为了掩盖两个人关系的一个借口而已。你夫妻关系肯定是有问题，问题在哪儿？我不清楚。建议你两人住到一块儿，两人住到一块儿肯定会有摩擦，会有争吵，甚至打架都有可能。但是呢，对未来，包括对孩子的成长，最重要是对你俩都有好处，躲不过去的。哎，不要怕矛盾，以斗争求和平，则和平存；以退让求和平，咋说的？以退让求和平，则和平亡。就你那些工作的事业都是，就跟你说这么多吧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提问很多呀。这个杭州的小仙女，年前辟谷两次，今年她就跳了，好像长胖了10斤是吧？长胖了就长胖了呗，胖10斤没关系，我这还想长胖，还胖不了10斤。哎呀，提问的人太多哦。什么时候开营？不知道，现在要看疫情了。我预计9月份应该没问题啊，争取咱8月份咱就开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大家不要问好了啊，咱还是。一个河北的同学叫云奇 ，GR 云奇，我家孩子18岁，男孩，因为脾胃不好，舌苔有一块脱落，辟谷了7天，辟谷期间坚持天行健，带健身法和叩齿吞金，舌苔好转，胃也不胀了，复食刚2天，口腔里起了一块溃疡，吃东西就疼，胃也没有辟谷时舒服，他说根本不饿，不想吃东西，就继续辟谷。孩子之前没做过辟谷准备功课。都是听我聊学习到的辟谷知识，还说暑假也要学。之前导师们发辟谷信息，他听到就能接到，所以敢让他放心的辟谷7天。但是超过7天，我就心里没底了。请问村长，能让他继续辟谷吗？辟了7天，吃了2天饭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继续辟谷。然后呢，你要注意啊，这个作为妈妈，你是妈妈吧？以后不要再去关注孩子的舌苔，更不要再说孩子的脾胃不好。你自己学的怎么样？想让孩子学，你自己要先学好。或者孩子学的好不好，那是他的事，孩子辟谷是否再辟几天，那是他的事。你该操心的是你自己能学好，你自己整天说孩子脾胃不好，这个态度是很不好的。包括你关心孩子这些舌苔，这就是孩子脾胃不好的原因。去去去，到那边去。就是你孩子为什么脾胃不好，你这个当妈的太强势，给他了太多的关心，这个孩子缺乏冒险，缺乏自主的那种能力，自己克服困难，
自己迎接挑战，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，这些很重要，这些和他的脾胃功能是相匹配的，相对应的。就他越能冒险，越能迎接挑战，越能克服困难，他的脾胃就越能消化食物。而你家长越去替他操心，他脾胃就越差，越去关心他的舌苔，越去关心他能不能再多闭两天，他的脾胃就越差。为什么？你老替他做决定，你老替他做选择，对，你替他选择，这很糟糕，这非常糟糕。尤其你这种说话方式，因为脾胃不好，大爱健身法你再去读一下，你看看一开始是怎么说，就说的你这种人不懂得何为爱。你认为这对孩子好吗？你去再读一下大爱健身法，就把前就一开始的前言，我记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一开始就有人说自己脾胃不好，柯老师在里边有，是不是？自己先整好啊，自己先学好。他自己是否辟谷，这根本不重要，让儿子自己去选择。让他去选择。选择可能对，可能错，没关系。那是他的成长，那是他的，那是他的事，他的健康又由他来做主。你作为妈妈是要鼓励他做选择，你作为妈妈要肯定他的选择，你作为妈妈要经常说他脾胃好，舌苔好，啊，根本就不要看他的舌苔，没事干整天看他舌头干啥？全傻了，你给我收拾好，嗯，收拾不好，今天晚上别睡觉。或者就是你弄完明天收，这快十点，咱得快了，那就让你咱得快，这好多问题落下，好多问题我跳着来啊。晚安宝宝。错过的，哎，说到这儿有一件重要的事要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上次去年其实说了啊，但是后来因为出事我把这些大家给我的电话都忘了。是个这样的事，我们要印课不是课老师的书，钱学森的书，钱学森的那本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，我们要印这一本书。如果在座的同学有人是出版社的，或者有朋友在出版社的，我们要印钱学森同志的这本书《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》啊。版权这方面我们没问题啊，我们已经跟前办了，那边都在联系，去年都联系好。嗯，就是出版社有熟人的，回头可以找我们的人联系啊。找谁联系？找方向东，或者联系我们，或者联系我们的代表都可以找到我们啊，都可以找到我们。我需要这方面的帮助啊。出版社要出钱学森的一本书，我们自己印啊。只要有兴趣就行，只要介绍一下就可以，能不能印我们联系再说吧，能不能最后出版发行，这个有人出版过了，我们想把它再稍微改动一些，有出版社的关系请来找我，可以直接先找当地代表啊，就能找到我，这就不留我的电话，我的电话现在不敢加人了，留一个我们的，那印好了就能买啊，印好了就应该是市面上都可以销售呀，将来我们的书城就可以卖。我们现在还本来我们是打算印成自己的内部资料，当时是想印成内部资料，但是现在情况还是不错，印这书都要花钱啊，那时候我们账户没解封，这几天我们账户也解封了，我们还想继续我们的工作。实际上去年都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些出版社，都介绍好了，可是这一出事儿，这都又断了啊，
这个半年没联系了，然后重新来的。苏佩莲，我看到了没有？看到了啊，这是江苏的是吧？你做的很好，没关系啊，就是这样啊。其实辟谷不重要，辟谷只是一个载体，一个方式。这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身体健康，家庭好。你这现在把家庭关系搞好，家庭经营好了，做啥事都顺心了，你这辟谷迟早会发生，是吧？就学得好啊，我就不读了，你这发言我就不读了。好，玉 H 简单快乐，我看了你的发言了。爸爸，就是你妈右手手指头弯得很。行，你分析的对啊，你分析的对，就是她年龄多大？你妈年龄多大了？简单快乐。妈妈教你，妈妈教你，把这小手攥起来，拿手，好，拿手。还是多关注自己吧。你哥哥或者你妈妈，这个都是71。就不要太勉强。变形就变形吧，不要去太。豆豆，让我说，如果71这种手的变形想要恢复是比较困难，只要它不发展就已经不错。或者手指头变形了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让它更注重锻炼。他还是能做事的嘛，吃饭了啥能行？71岁，应该对工作的要求也不是太多了。你能让他顺心，能让他诉说，这就很不错。你已经有认识，就找机会听听他诉说呗。有误解就有误解吧，毕竟是自己的，你的哥哥，他的儿子。不要瞎掺和，你不要瞎掺和，就是改变自己是神，改变别人是神经病。我们个人的这种，即使是亲人，这同样适用啊。我们没有资格，没有权利去改变别人。我们唯一能做的是改变自己，把自己过好。即使是亲人，即使是你妈妈。甚至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总试图改变我们的亲人。我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，这个我咋不跟街上的人说呢，是吧？我就是跟你说我爱你才跟你说呀，我关心你才跟你说呀，这是一句最大的谎言，这是神经病经常用的一句词，神经病的一句托词。我们一般人也不会试图改变街上的人，但是我们会试图改变我们的亲人，就是我们做犯神经病的时候。好，提问的人特别多，我还是跳着来。
恶慨美人鱼，请问如果生病是不值得同情的，那么给患白血病的人捐款治病还算才不是？我认为算，我认为算。生病不值得同情，不代表我们就不能做这些事儿。如果你有本事，你能把这个白血病治好，那你捐款没意义，你就把它治好更牛，是吧？但是你没那本事吧？没那本事，你给捐白血病的人捐一点儿，捐上一些钱，这不是财不是，这是什么？或者你不愿意捐，那如果你以刚才那个为理由，我觉得也可以。不能说那些给白血病捐款的不算财布施，对不对？那肯定是财布施。这个人叫吉祥如意。我是新股友啊，我以为是新股呢。2019年12月接触到喝风免费辟谷，半年辟谷两次，一体多病，现在大有好转，双侧股骨头，坐轮椅，现在也有好的发展，几乎不用坐轮椅。好啊，你2019年12月那正好是我们出事的时候啊，那你这个学习还不错啊。学的不错，加油啊，加油，那争取等我们开班的时候你就走着来，或者拄着拐来就算进步，不要坐轮椅，拄着拐来参加我们的课程好不好？再用上一年的时间彻底把拐扔掉。有的跳得很严重啊！这个艾米丽的一直问痔疮，我不知道，你这个我不懂。这个痔疮我也有一度受痔疮困扰，我20-30岁的时候，这些年偶尔还犯，可能几年犯一次。我不懂这个，咱不讲故事吧，好不好？咱这毕竟是讲辟谷的，老讲股票好像也。这已经10点了，咱争取快点结束。那我把这问题再挑几个，一回答，10点半之前结束啊。啊，痔疮确实挺麻烦的。我是怎么告别了痔疮，我也说不清。我严重的时候是20-30岁，20岁的时候还做了一次手术，很痛的，几天都没法走路，也能走，就是磨着一小步的挪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对这个病好像没什么经验。这个吉林的这个吉碧与爱同行，你说的啥意思？你这个一号的时候不想吃饭，不停打嗝，以往不会这样。由于没辟过谷，我不知道这种现象是不是接收到了辟谷信息。如果是，我想本月中旬加入辟谷大家庭，望村长指点。等于说你还是吃饭了吗？
本月中旬咱不发信息了，就刚说的，本月中旬不发信息了，七月再说吧，七月可能还会发信息，七月可能还会发信息，你等着，你到七月看吧，好不好？咱要养育。黑马也是动过手，是不是有这样说？十男九痔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十个人有九个人都，每个人都好。金 A 绕指柔，对，就先和那谁联系，先和山西的飘扬联系，能找一下出版社的资源。好朋友是作家协会的秘书长，这应该印本书，出一本书应该问题不大吧？行，你介绍，你跟飘扬联系一下。哦，这石头也说也做过，就是好多人都有十人九痔，对，这不是个多大的事吧？不理他就是。村长可以永久的什么在辟谷状态，我做不到永久的辟谷状态。咱们这些学员都好些，学员都比我辟谷牛得多啊，很惭愧。我和如果要比较时间的话，我和咱很多学员比起来差远了。我跟咱们同学比起来，就是早了一点，我接触辟谷早了一点，最大的区别就在这儿，接触辟谷早了一点，我就有资格在这儿跟大家分享，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见识。就咱们这个平台就是一个分享的平台啊，不仅是我刚才分享的，还有在前边刘小丫，就是大家自己对辟谷的一点认识，对健康的一点认识，跟大家一块介绍一下。这个人看一下，香 A 桃李芬芳，这是长沙的啊。19年12期学的导师，辟谷6次。我妈妈在我的影响下有7-8个月的时间做准备功课，72岁，20多年类风湿，心情愉悦很多。本月6月11号通过潜意识第一次辟谷，第一天第二天很好，第三天有点疲倦，第四天又疲倦，白天疲倦减轻，第四天都不饿，第五天凌晨小便时完全起不来，手脚无法抬起，声音也很弱，喊隔壁房的家人都喊不出声。当晚我妈妈一个人睡，手机都无力按得动。5点半我弟媳发现，喊我过去给妈妈泡了一大杯红糖水，喝了一小碗之后慢慢恢复了体力。我妈妈也经常泡在喝风里，很相信喝风，并希望身体能越来越健康，但第一次辟谷出现这个情况吓到家里人了。我在喝风1年多也没有听到过有这样的案例分享，请教村长，我妈妈这样是气冲病灶吗？接下来除了做好准备功课，要怎么做才能避免再次辟谷出现这样的情况呢？你学了多长时间？学1年多也没听到过这样的案例，你听到的还是少呀。我就是这样的案例啊，我就是辟谷到第几天的时候就很无力啊，第一次辟谷5-6天都很无力，我这一直持续到8天，那无力感才厉害才强烈，就是你说的这个，完全起不来，心慌的要命。我看一下天音剑怎么做的啊。
七八月的时间经常做准备功课，这很正常了。你看你妈都72岁了是吧，你妈妈都72岁了，20多年的类风湿，就是这身体是长期的类风湿，走路都吃力，是不是？长期的缺乏锻炼，辟谷出现这样的情况正常。你这个应对也可以啊，喝了红糖水，喝了粥，不是多大的事，这还是继续多做准备吧。建议你多做准备，这跟相信不相信没关系，你相信了，该无力还是无力。不能靠这个相信来解决问题，靠准备功课，继续做准备功课。加强天行健，加强大爱的训练。敏地智慧，村长好，我儿子不上班，就想赚轻松钱，一有钱就出去，几天不回家，也不跟家里任何人联系，打电话也不接不回，怎样才能帮助他走出这种日子呢？你千万别帮助他，你帮助你自己吧，你帮助你走出你的愚昧，走出你的地狱。当你在帮助他的时候，当你想着帮助他的时候，你所谓的帮助他其实就想改变他，其实你就是神经病，走出你的神经病房，走出你的臆想症，去帮助你自己。你儿子年纪不小了吧，都上班赚钱了，你没有资格去规划人家的人生，你没有资格规划人家该不该打电话，该不该花钱，该不该回家。你没有资格。你有资格，你有权利，你有义务做好自己。你是妈妈还是爸爸？好像是妈妈。不管你是妈妈还是爸爸，你都有这样的义务做好自己。而你没做好。哎呀，提问的多啊，还是跳。好，这个聊 A 乐山，村长你好，很是想念，想念你的方式就是一直好好练功。今天辟谷第30天，感觉很好。今天复食了，馋肉了，馋酒了。约好后天跟几个战友小酌几杯。说得很好啊。想念你的方式就是一直好好练功，对，而把身体练好，把家经营好，这就是对村长最好的想念。闪 A 清雅，我看到这儿的啊，这是最新的这个读一下。好，大家先别发言啊，让我读一下这个闪 A 清雅的这个。儿子今年22岁，8岁的时候出了一次车祸，当时检查只是胳膊骨裂。孩子15岁，哎呀，这大家先别发言好吗？让我把这个问题读完。孩子15岁的时候突然发现脊柱侧弯。不知道是车祸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，孩子从小就比较瘦弱，我找不到孩子脊柱侧弯的原因，村长分析一下可以吗？孩子的侧弯可以治好吗？你如果没有最后一句，我还是想重点给你回答一下的，但是有了最后一句不打算给你回答了，咱们这儿不承诺任何效果。
你的问题也不给你回答了，白浪费我读了这么长时间。玉培花，我今年62岁，学习辟谷一年，辟谷3次，身体上有很大的变化，一些病都好了，这一年没吃过一粒药，就是不会写日记，想写写不出来，不知道怎么说，想写写不出来那就不写呗。62岁可能用电脑也不太熟，没关系。我帮你分析有意义吗？清雅，你是西安的，我觉得分析没意义。我看得很清楚，不顶用，不顶用。简单跟你说两句吧。你这个小孩从小就有问题，8岁的时候就有问题，家庭就有问题。如果是车祸的话，那就是当时就发生车祸之前，你家里出了一些事儿。你看你能不能想起来？想不起来也没关系啊，因为你这家是一贯的，因为到十几岁的时候又脊柱侧弯了。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思想上有重负，而且他承担不住。他这个瘦弱也是一贯的啊，他为什么瘦弱？这个家庭一直没有给他足够的爱，一直给他了太多的压力。他还有点抑郁。你们夫妻关系不好，你是个女的吧？清雅应该是个女的，你跟小孩他爸关系不好，应该是8岁的时候就关系不好。小孩8岁的时候，你这个人比较强势，你这个人作，瞎折腾，自以为是，搞不清楚状况。你是不是跟他爸离婚了？8岁的时候是不是吵架了？还是15岁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反正8岁和15岁对他来说是两个重要的节点，就让这个小孩在小小年纪就背上了负担，不是他这个年龄应该承担的负担。你要学着去。你要学着去卸下他思想上的这些重负。他今年多大？不管他多大，你应该去帮着他去顶天立地。作为妈妈，作为妈妈你肯定不合格，作为妻子你也不合格。你应该学着做一个好妈妈，学着做一个好妻子，这是你做的，你应该做的。你做到这些，孩子的那些什么瘦弱了、骨折了、脊柱侧弯了，都不是事儿。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我以前胳膊也小时候也瘦弱，也骨折，骨折个 N 次，比你儿子骨折的次数多得多。那我现在不但自己健康，还帮助别人寻找健康，是不是？你不应该去关注你儿子，你应该关注你自己。自己要学着，要学会做一个好。就跟你说这么多。好，10:20了，那再挑回答几个问题咱就结束了，这问题还很多。哦，道德经，好，看见这个德国的同学。道德经回头再讲吧，这才先开始先那啥。先。
猛 A 温暖，我儿媳妇去年八月生小孩，月子里总是不开心，问也不说，现在快一年了，总是不高兴挑刺儿。后来她说月子没坐好，落下腿疼，跟我儿子生完孩子一直分床睡，现在她重度抑郁，前些天带孩子回她妈家了，请问村长我该怎么做能够帮她恢复？应该怎么做呀？作为婆婆呢，哎呀，这不是两句话能说清的。我不知道你的文化程度是什么。作为婆婆，应该怎么做？应该别去管你儿媳妇，更不要管你儿子。应该过好你自己的生活。名字叫温暖，你这个人不温暖，一点都不温暖。你这个人，这个人是很冷酷，哎，你就是那种事儿妈。你儿子就是那种妈宝男，管得太宽。不行的话，你就跟你儿子分开住吧。我不知道你的情况啊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最好跟你儿子，就是你儿媳妇在用这种抑郁症来争夺对你儿子的这种主权、控制权，对，控制权。你就是个控制狂，你儿媳妇也是啊，但是你比你儿媳妇更强势，你现在还在帮助她，你把人家害的这个，也不能说你一个人害的啊，最主要还是她的原因，但是你是帮凶。你不要去帮人家了，你帮帮你自己吧，帮帮你自己，解放你自己，你自己活得一天痛苦的累得跟啥一样，你儿媳妇做你的儿媳妇肯定就累了，你自己解放了，你自己绽放了，怒放了，你儿媳妇自然就好了。你自己的苦看到了没有吗？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的苦啊？你的苦闷，你把这些自己的苦闷不满都转移到自己儿子身上，儿媳妇身上，你儿媳妇总是挑刺，总是不高兴挑刺，我看你一天就是看人家都不顺眼，你看到你自己这个婆婆在挑刺吗？啊，一边挑着你儿媳妇的刺，一边还道貌岸然的我怎么做能帮她恢复，虚伪的要命，别整这些虚头巴脑的，老老实实把自己整好，把自己过快活，过快乐，放过你的儿媳妇，放过你的儿子，好，再回答几个问题啊，再回答几个问题，哎呀，这个问题好像也要多说一下。湖北的啊，湖北这是，这个人是，我是78年的女，19岁出车祸，脑干受伤，不能手术，药物吸收，危机病房躺2个月才醒，醒了不会说话也不会动，到康复医院扎针，一个字一个字的慢慢学说，一分钟一分钟慢慢学站，一步一步学走。现在可以和别人正常交流，说话还是有点慢，走路也慢，右边的手脚不能动，有知觉。有个好友学辟谷病好了，推荐我学习，我是从520开始每天跟着导师走两三个小时的天行健，看论坛，哎呦哎呦，这咋回事，这跳一下跳到开始了，哎呀，这一下跳，我这跳了啊，没读完一下跳到这儿，这是发言太多了还是怎么？呀呀呀，10点半了啊，再回答两个，倒着回答两个，刚才这个没读完啊，抱歉。
哦，找酱汁，哎，这咋又跳了？这个方是哪儿的？我是来交作业的。这一年多学习辟谷，从想死到现在，感觉活着是那么幸福快乐。这方你是哪儿的呀？跟身边人相处融洽，对生活充满希望，非常感谢村长。你是哪儿的？这个这么好的，咱现在这个分享要加强呀。这好的案例咱都想，都想。哎，最近因为没有办班，这个分享的人不够啊，分享的人不够。像你这样的情况可以考虑。跟大家分享湖北的，好，这个近，哎，这太远了啊！我近一年3次辟谷都在吃，25个月了，遭受了巨大的打击，同事大概有1000多人被羁押，几百人自杀或者病故。但我仍然坚信我可以拥有更好的未来。虽然我辟谷反而胖了不少，但我依然觉得我是收获最大的人。我的改变是脱胎换骨的，是重生，或莫大于不知足，感恩拥有，臣服失败。我这样的想法对吗？感恩村长，这个我听得很可怕呀、啊。同时，大概1000多人被羁押，几百人自杀或者病故。你这说的是现在的中国吗？你们不会是邪教吧？同事啊，应该不是。这得多大的案子？1000多人被羁押，至少中国应该知道。我咋不知道哪个案子能羁押1000多人？我也是住过看守所的。你要1000多个人，羁押1000多个人，看守所装不下的。一个看守所总共才能装，我们的一个看守所才装1000人。目前最大的经济案件，云联会。不会是搞那种比特币吧，或者是那种什么什么什么？如果要是那样的话，坚信可以拥有更好的未来。你这样想很好呀，长胖一点也没关系，长胖一点没关系。消费返利。咱这种没名堂的这种，这叫什么？这种案件还真是，咱不评论。对，非法集资，对，非法集资，它其实是一种变相的非法集资。他们有一个专业术语叫非吸。就不生产。不生产，不创造价值，不创造价值，
也类似传销，类似传销。我不懂这个啊，但是应该差不多，应该差不多。就是判断一个企业，最简单就是它是不是生产产品，是不是对这个社会有贡献，是不是创造财富，是不是解决需求。你看好的企业，比如这个卖手机的小米，人家就是生产这种电子产品，而且价格低廉实惠。小米那个老板叫啥，雷军是吧，是雷军吧，我分不清啊。那活该人家发财，人家满足了多少人的需求。淘宝更不用说，淘宝那个老板马云首富，这满足了多少人的需求。最近又有拼多多，哎，我媳妇儿说转战拼多多，给小孩买的衣服都便宜得很。我现在穿的这件 T 恤应该就拼多多买的，就是给大家创造了，解决了大家的问题，就更不用说华为，是吧？不过你能这样想，你能对自己有信心，能认为自己是重生脱胎换，这个想法是挺好的。就是最怕的是啥呢？不认识自己的错误，这是最怕的。经历了这样的错误，能真的重生，这是好事。长胖了也不怕啊，长胖了这肯定是这个。在我们这里算是好事儿，我希望这真的是你的重生，我们叫接地气，脚踏实地，那不能飘在天上，不能做那些虚无缥缈的事，就是那种消费返利了什么什么那一类的，哎，这辈子不折腾那些。这真的是你的重生。如果你真的能认识到，不碰那些损失点钱财，这是好事。那些同事不要也罢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希望这25个月真的能像你刚才说的那样脱胎换骨，未来肯定是有希望的。行，今天咱就到这儿。